月亮好圆哦。好，干。满载弹第一列，好，第一列载弹的要点，好，那个不敌列，不以为文书，好，不敌列为敌，不敌列为敌，凡事一切都从你来栽，你若栽这代志会失败，你若栽这代志当中，你就无道理。伊的组织，伊的架构，伊的清楚度，你心内有底。但你心内，你若不知有底，无底就是起无底。所以过去古代顶就甲咱伊个代表性人物叫做颜了凡，了凡四训。首先，咱在座各位先生都捌看过。了凡四训呢，伊里伊就是教导阮伊个伊个概念，结果伊个做咩？本来颜了变做。本来风险变怎样？本来做小官贵啊，小官贵啊，真正做大官。所以伊留落来这个了凡四训，就是跟咱讲一个事实，在人生当中，因果何以何以？有因就是说因果，但这个因咱若无去了解时，咱拢自己说吧，咱无去处罚时，咱永远无受这个罪。因为伊叫圣人讲，他一世人就安尼过，我就是这样过一生的。所以伊认命，我安尼我免命，反正我既然就安尼，我甲鬼话做啥，歹人叫啥，我就甲当时我就先来结束，我就是安尼过一生。后来伊拄着一个，伊才资料才来看，讲既然你有这个命，是过一个阴劫啦，对不对？好，玉帝精神已经变成啥子？但是你要知影你未来会过是啥？你即马做啊，阿去啥？阿去博，阿去做这个方面，阿去贡献。哦，所以你要改变命，改变你即马做啊是啊无改，你当然照样。所以命你负命，无修无照样。所以咱人来这个世界呢，拄好只有百分之五十是过去所注定的这个方面，叫做命。但是，人来甲世间较好一点。但是，咱人差不多拢去有这个命，机会一半，二分之一甲你扶上去。我好简单嘞，我就是这样。所以，咱无法度去破这个观念是，当然你是有命，命来扶上。但是咱后面有这个分的上，这样你哪里修行啊？你太想要钱，你也改变不了。你要改变努力，你在清楚努力当中，你迄个因在呈现。所以命是经验好改。比如讲，咱发一个天道，像迄个像太古一样，讲查甫去改查甫，来变成妖，你嘛是查甫，嘛是男。但是咱既然是一个天道，就是天道，这命嘛。那么你是坤道，就是坤道，这嘛是命嘛。这先天所主宰已经命的定啊，对不对？咱无法度改变。但是咱会当改造啊！咱想到了后，咱经历了后，要怎由咱家己本身的这个观念基础建立起来，这时阵来开始靠这个本。所以命运掌握在哪里？自己的手上。不是这样，你这样都是会取消。不是你这样，你要用左定解的去呼吸哦。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。但是看你的手上。你咧接触到民主，依然或是即摆疫情来讲，咱公司有这个习惯，因拢出个代志，甲咱反映。但是咱国企无人，咱国企里嘛无人，无人甲咱提叫反映，爱靠啥？靠人。你这个方向变哪去啊？这个变哪投资？变哪去设计？变哪做？爱靠人家己。但咱个挂牌就挂牌，就是整个公司的经验。这个想法是伫遮，所以咱过去无人甲咱提供咱靠啥，靠遮咧受到一个经验，所以，因咱讲事事理，不如不理，人有心理，有道理，所有的万事万不合理。
你若会当清楚了解属利甲不利管理，你做每一件事虽不重要，虽然我话。